有些人做恶了，
是他的男人都没有生长。
孩子出事了，就要成功去洗干净。
是共
学生呢，从零分也可以能进来了，因为他的招学生呢，他才能够继续办呢，最后变成什么传媒学生，因为太多学校的新人进来了，哪怕他不用功读书，通通来当 PhD，他都过了。成绩不好都能拿得过，你说这些学生慢慢会不会很嚣张？都不是的，那完蛋了，那大学的成绩我就跌得很快的。那你当初盖了一大堆大学，就会产生这种负面效果。是善良思维，人家高中的教育办得很好，又没有什么这么大堆大学，反而人家是一种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一直读书上去的，有些人适合在各行各业，没有那样的天分的，所以这一些都是人家很好的经验，我们不去接近的，但是怎么跟更多大学的更多人读，这种政策一出，我的人就太多太多了，包含在政治界。加入出竞赛，但是对本末性我不清楚，可能误入了群体。比方，请问大家，教育重要还是经济重要？教育吧。但是你看，多少国家把经济排在第一位，误入了下一代。大家注意看哦。前不久英国暴动犯罪的是谁？是青少年，是很多年轻人啊，那是英国人的下一代啊。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很好啊，可是他忽略了教育，当下一代不好，这个国家社会还有未来吗？但是你说他经济能力不努力吗？可是他把所以有一个大官呢，晚年哭着对侄子讲：“老三十年前，我把教育放在事业的位置，把经济放在最低位，把整个社会都扶起来了。可是二三十年之后，看到青少年犯罪率这么高啊，我也觉得我当时权力这么大，没有把教育。”但是大家看，他还能反省到啊，很难得啦。可是当时我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，所以现在多少的灾难从哪里来？是不读书之过啊。一个人不读书，不明真理，他没有办法教育下一代，是不是？他不明理当领导，他当中央级的官员，也可能阶级主义。但是大家要了解到，哭有没有用？也没用的呢。当然，有一些官员被他的眼泪所启发，那还是有用的。但是也都是为时晚矣啊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想一想，现在多少人的家庭都在为下一代伤透了脑筋，而这一些家长小时候有没有读过圣贤书？没有读过了，他怎么知道当父亲的重点？啊，是的，把握在哪？一个人能判断轻重缓急啊，这才叫思维。而我们看以前人读书啊，有四本书一定读过了，叫四书了，什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重要。大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：有德即有人，有人即有土，有
现在就很困难，我们不读书是功不可没。
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句话，
心为因，心为果。
但是承担以后啊，有不扛责任，有扛轻的责任。
结论后来认识了以后，说白了，他的那些攻击的行为，就出自表面功夫，内心都还是对人很苛刻啊，对人还是很傲慢的话，人家说这些都是假的，不说让人不相信，人一定是什么人之正也。做这个题，看起来观察很敏锐的，好像。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都紧张兮兮的去犯错，因为这个领导太苛刻了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、很有智慧，事实上内心是很刻薄的，而且质疑，好像是怀疑这个怀疑的人，都变成怀疑对了，最后带动大家不相信人了。其实这个是错的，不是真实。追思，这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去世了。
恶行恶行善事者，刚刚那个是以善的心去造成。
恶行三省。